国时间比澳门时间晚一个小时。为了全起见，这飞机还没完全停稳，及后仅安全的指示登机面前，请你不要解开安全带，不要离开座位，也不得使用行动电话和电子用品。卸机时，请你不要忘记你随身行李及物品，同时请你在打开行李箱时